电影爱瞎看，陪你看大山，欢迎来到瞎尖儿看，我是老二。终于看完了第二部，再次感谢小伙伴亲情的推荐，没看第二部是极其正确的，太吓人了。影片后面整整一个小时全是恐怖镜头，老二差点没被吓尿了，让我平复下。好了，咱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收看今天的影片《撒旦的奴隶二》。1955年4月17日，万隆会议开幕的前一天，年轻的布迪曼被四名警员押到了无人的郊外。他是名记者，也并没有犯事，怎么警方就找上了自己呢？而四名警员根本不做解释，全程一言不发。车子穿过密林中的墓园，停在了一栋孤零零的天文台前。警长早早等在了这里，而他正是布迪曼的好友。之所以秘密把布迪曼请来，是天文台内发现了恐怖的怪事。圆形的大厅中发现了一批枯槁的尸体，他们整齐划一，排列有序地对着一个方向跪拜在地。最诡异的是，早已枯萎的尸体双腿呈现自然弯曲的状态。大厅中恶臭扑鼻，地面满是尸体身上的泥土，令人作呕的蛆虫依然攀附在尸体身上，前后蠕动。尸体跪拜的是一个女人的画像，她眼眶漆黑如墨，像是看不到尽头的深渊，头顶白纱，身着一袭白裙，正是第一部中李妮母亲装扮的模样。饶是见惯了奇闻异事的布迪曼一样被这场景震惊到了，怎会有人从墓地中挖出尸体然后摆放在这里啊？警长并没有回答，只是让布迪曼拍照取证。官方已经下达了处理决定，将尸体埋回原处，清理天文台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布迪曼大为疑惑，这是犯罪现场，为什么不搜寻证据呢？可他忘记了，明天就是万隆会议的开幕式，官方怎会让此种新闻在这个时间点上发酵呢？那警长叫他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警长沉默地走向一旁的土地，那里有着无数红色的豆子，还有一行杂乱的脚印。布迪曼瞬间明白了警长的猜想，但他坚称尸体不可能自己走路。可警长却说，这件事儿一定是邪恶力量在作怪。作为朋友，他希望布迪曼将此事告诉大众，要新创作一本杂志，写一篇恶作剧般的文章，这样既不会引起怀疑，也会让普通大众知悉，邪恶的力量正在悄然滋生。时间来到1984年，李妮一家搬进城中已有三年，她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李妮表现出色，领导很是器重她，特地为李妮联系了大学和奖学金。不过李妮有过辍学经历，她想要读完课程只能前往另一个城市，这让李妮犹豫不决，她担心两个弟弟，但弟弟们已经长大了，李妮也是时候为自己考虑了。经历过三年前的那场恐怖，李妮对亲人更加难以割舍，回家的路上她一直忧心忡忡，就连近期神秘杀手狙击平民的新闻也不曾注意。李妮无神地下车，回到了郊外荒地中孤零零的曼达拉大楼。这里生活着困苦的底层人民，大楼昏暗无光，电梯也经常出现故障，邻居们都有着各自的不幸和秘密。即便如此，大楼中还是人满为患，活着便已是负重前行，能有一处安身之地就好，谁又会考虑环境的优劣呢？三年后的邦迪已经变成了大小伙子，他在大楼周围挖出了很多石块，邦迪坚信这是碎裂的墓碑，可谁会这么无聊把墓碑砸坏再费力埋起来呢？此时已经到了黄昏时分，东尼也回到了大楼，他遇见了心仪的女神塔里，但塔里的工作并不光彩，她是一名风尘女子。不过东尼对塔里暗暗倾心，不自觉中跟着她下了电梯，这让塔里产生了误会，好在东尼真诚坦白化解了一切，女神还把收音机托付给东尼维修。东尼心花怒放，抱着收音机痴呆傻笑，就连三年前对收音机的阴影也被他抛之脑后。看到哥哥的模样，邦迪忍不住嘲笑起来，闲聊中无意间提起了三年前那段恐怖经历，父亲好像并不关心，锁好贴身的手提包后便坐下吃饭。还是李妮打断了这个话题，与其担心曾经的过往，不如想想明天将要来临的暴风雨。他们居住的大楼在城市北端，这里地势低洼，很容易被淹没，此地是一处海滨，本应是资本家们垂涎的温床，但结果却是无人问津。李妮顺势说出了自己的决定，读完大学改变一家人的生活，她也不会抛下家人不管，如果暴风雨情况严重，她会请朋友接走父亲和弟弟们。谁知父亲当场拒绝，她要留在这里，公寓楼中人数众多，遇见意外会更安全。
而住在一所房子里，发生什么都要独自面对，就像三年前的那场经历。四人一时间没了话，各自沉默地吃完了饭。李妮出门丢垃圾，可通道门怎么也打不开，她习惯性来到楼下，然而一路上的邻居全都怪异无比，不看电视对着空气大笑的男人，嘴巴大张的老人和盯着李妮鬼笑的老妇人，还有面壁伫立的大叔。李妮心中发毛，不觉地加快脚步，扔下垃圾就走。可当他转过身来，那三户人家竟齐齐出现在走廊，怪异地紧盯着李妮，而后却又无声回放。李妮深吸一口气，逃一般回到家中。他以为只是幻觉，不想遇见怪事的还有邻居维斯努。他和龙牙母亲相依为命，晚饭后的维斯努一样收拾起垃圾。见通道门打不开，他也准备换个楼层，谁知刚走出两步，通道门从内部弹开了。维斯努没有多想，将垃圾丢了下去，通道没有意外的被再次堵上。他拿起木棒疏通，无奈幼小个低，维斯努只能伸进半截身子。不料一声地狱般的呼唤从黑暗中传来，一双无形的手似是要把他拖入深渊。维斯努拼命挣扎，终于摆脱了束缚，可那幽冥低语依然诡异传来。小小的铁门同时响起敲击声，仿佛有人要冲出来。一张灼烧腐烂的长长鬼脸猛然从身后探出，对着维斯努厉声大喊。仅仅一下，鬼脸消失不见，维斯努早已被吓破了胆，亡命般逃回家中，一把扣上了父亲的照片。细细一想，父亲的容貌正和那张鬼脸有着些许相像，看来这栋大楼即将发生什么。而李妮家中断了信号的电视中，赫然出现了母亲那恐怖的身影。翌日的城市上空笼罩着浓厚的乌云，即将来临的暴风雨给每个人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。布迪曼的心情更加沉重，他多年的老友警长在家中自我了结。警长因为1955年的事情被迫远离家乡，他的目的就是让布迪曼和世人知道到底在发生着什么。警长一直在思考，人类是和邪恶一同被创造出来的吗？如果是，那人类消灭邪恶的目的是什么？还是说人类必须接受邪恶，就像接受人性那样？警长没有答案，他也无法再调查下去。临死前，他把多年来搜集的证据托付给了布迪曼，希望这个世界能得到拯救。警长的遗物中有着两张奇怪的图腾标志，一张四马分尸的现场绘画，一柄不知名的法器，还有几个身份不明者的照片，其中一人竟然是当年押送布迪曼的警员。而那座天文台变成了现在的曼达拉大楼。大楼虽然被开发出来，但很快便被遗弃，空旷的环境也给了孩子们玩耍的场地。阿里的妹妹温娜就和同伴在一楼玩耍，等电梯的妇女不幸掉落钱币滑进了电梯井。温娜四人虽然眼馋，但无奈他们进不去，而他家中再次爆发了争吵。父亲责怪母亲的病拖垮了整个家庭，阿里愤怒顶撞，遭到了父亲的追赶。他急忙叫上邦迪两人走步梯下楼，想赶在父亲乘坐的电梯到达前逃跑。电梯每到一层便有人进入，其中便有东尼姐弟的父亲、维斯努母子，还有塔里以及经常骚扰他的混混。塔里看到送父亲下楼的东尼，竟意外热情地走了下来，而混混同时追上，说自己和塔里的生意还未完成。看着女神有难，东尼立刻挺身维护，就是这场闹剧让三人保住了性命。老旧的电梯因为超重多次失灵，而这次电梯没有再恢复运作。当一楼的电梯门打开时，电梯并没有下来，空旷的电梯井中正有着妇女掉落的钱币。温娜四人毫不犹豫跳了进去，开始疯抢，灾难就此发生，电梯失去控制，不断向下滑落。众人惊慌失措，奋力拉开了一道缝隙。年幼的维斯努被母亲送了出去，一看逃生有望，所有人开始争相攀爬。然而正是这暴乱的动静导致电梯彻底失控，从高处重重砸了下去，缆绳断裂的声音沉闷响起。温娜一看，当即叫上伙伴逃跑，谁知三个女孩不为所动，而这个决定让他们被当场砸成肉泥。狂暴的血液喷满了焦急的温娜全身，惊恐的大叫瞬间划破天际。除了被母亲送出来的维斯努，幸存者只有东尼的父亲了。他的腿脚受伤严重，但好在保住了性命。可大楼内的其他家庭就没有这般幸运，走廊中回荡着悲痛的哭声，无数家庭因此破裂，有的甚至惨遭灭门。
所有人似乎都忘记了大楼还要在今晚遭受暴风雨的考验。而在城市中心，布迪曼正焦急地等在车站，他喊停了多辆汽车，但没有人愿意前往曼达拉大楼。身旁站着的绅士男子主动出言，愿意带他前往。他不正是第一部的最后李妮的夫妻邻居吗？那个家中放着整整一罐红色豆子的邻居。此时的曼达拉大楼乌云盖顶，大部分家庭选择早早逃离，留下的每一个人皆是心情沉重。阿里家就是如此。当他的父亲被救出来时，整张脸庞青黑狰狞，布满了骇人的伤口。李妮主动来到维斯努家中陪伴着他，邦迪则带上饭菜来到了阿里家。东尼梳妆打扮，带着修好的收音机找上了塔里。他建议塔里今晚不要去上班，因为没有车会在雨夜经过这里。塔里一脸冷漠，并没有说什么，也没有请东尼进屋，反倒是听着收音机看起了书。主持人正接听着观众来电，播放的背景音乐恰巧是东尼母亲的歌曲，而那观众来电更加诡异，一个孩童般的声音竟说自己也叫塔里，他想告诉母亲自己很痛，因为他的坟墓太小了，那些恶心的蛆虫正在吃他的肉，他全身都被绑住了。声音越说越惊恐，继而尖叫着呼救起来。塔里神情一愣，惊慌地关掉收音机，随之一阵奇怪的呜咽声从四周传来。塔里抬头一看，正看到了被拦腰折断身体的另一个自己。恐怖的场景令他骨寒毛竖，飞一般开门逃跑，迎面正撞上了并未离去的东尼，一切消失不见。但塔里再也不敢听广播了，他让东尼丢掉收音机，自己坐下来瑟瑟发抖，似乎有些事情正在开始。李妮还没有感知到，他第一次了解了维斯努的家庭。维斯努的父亲一年前去世，原因是他们的房子发生了火灾，父亲不幸遇难。不过母子俩并不难过，因为父亲对他们很不好。母子俩一直用秘密手语交流，来源于一个未开封手提箱中古老的书籍。翻开第一页，上面画着奇怪的图腾样标志，正和警长寄给布迪曼的资料一模一样。李妮和维斯努显然不知道这些。闲聊中，维斯努问起了李妮最小的弟弟伊恩，这是李妮不愿提起的回忆，借口伊恩被绑架了搪塞过去。谁知就在这时，大楼突然陷入一片黑暗，一声诅咒般的低语清晰地传进阿里家。阿里以为是母亲在祈祷，可温娜却说那声音是从门外传来的。可伸手不见五指的走廊并没有人呐。邦迪三人拿上手电下楼查看，整栋大楼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个人影，而一楼已经被雨水淹没。出于好心，三人一间间查看起来，以免有人被困。意外下，他们来到了楼长的办公室，抽屉中存放着每一户家庭的档案，墙壁上挂着多张老照片，是曼达拉大楼的建造历史。1894年的这里曾是一处墓地，墓碑旁奇怪地站着一群撑伞的黑衣人。1926年的这里有着一栋房子，蜿蜒的小路，屋后成长的树林，怎么看都像是1955年那座天文台所在的郊外。1955年的照片再次恢复了最早的模样，撑伞的黑衣人站在成片的墓碑旁，照片的日期都是4月17日，仿佛在这一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而今天正巧是4月16日夜晚，当午夜的钟声响起，将会是4月17日，到时候会发生什么呢？如今的曼达拉大楼异常安静，不正像是无声的墓地吗？邦迪三人不明所以，接着寻找起来。漆黑的环境总是让人莫名的不安。李妮回家取蜡烛，趁机想要偷看父亲的手提包，不过父亲碰巧醒来，打断了李妮的行动。而准备回家的东尼正遇上了巡楼的校长，他要查看每一位受害者是否安好。校长不想这些亡魂受到暴风雨的惊扰，东尼也愿意帮忙，虽然他内心非常害怕和抗拒。第一家是一对夫妻，两人双双殒命，房间中的窗户被大风吹开，东尼义不容辞地深入关窗，只是当他回过身来，校长却不见了。看着面前阴森的尸体，东尼一时慌了神，他惊恐一喊，好在校长并没有离去。第二家是一名丧夫的孕妇，他的家中一切如常。走着走着，校长突感背痛难忍，他想要东尼检查13楼的老夫妻，自己则去楼下巡查。这话让东尼胆战心惊，但也只能强撑起笑容接受。东尼点燃火柴，满头冷汗地来到13楼，
微弱的光亮让他毫无安全感。当看到两具枯槁的尸体时，东尼愈发不安起来。他久久驻足，直到确认尸体不会复活过来，这才进屋关窗。然而火柴突然熄灭了，东尼顿时浑身颤抖，急忙补上一根，可也是瞬间熄灭。好不容易成功点亮，身后的尸体却诡异地扭动了头颅，齐齐望着东尼的方向。电光狂闪后，尸体也恢复了正常。东尼没有察觉到这些，迅速关上窗户离去。谁知刚走到门口，他发现房顶正在漏雨。东尼不想亡人受到惊扰，好心地想去挪开尸体，不料火柴竟然在关窗无风的状态下又一次熄灭。当火光再次亮起时，两具尸体竟然再次扭过了头颅，感激般地看着东尼。火柴同时悄声熄灭，而东尼早已被吓得魂飞魄散。他不敢置信般擦亮火光，尸体已经恢复了正常。东尼鼓足勇气挪开尸体，而后无力地瘫软出屋外。谁知正巧碰上了回家的混混，他也在13楼居住。东尼本想直接离开，不料混混竟有事相求。他家的墙壁无故出现了一个洞，家中的叉子不慎掉落到邻居家，可混混根本过不去，只能求助东尼。无厘头般的借口让东尼一阵无语，分明就是小偷小摸，还说是叉子掉了。不过东尼依然爬进邻居家找到了叉子。做完这些，东尼刚想钻回来，却意外踢翻了桌子，他只能回身收拾起来。然而桌上的相册吸引了他的注意，东尼将一本递给混混，自己则藏起了另一本，因为那本相册中有着一张女人画像般的照片，正是1955年天文台中那群死尸跪拜的画像，头顶白纱，身着白裙，和东尼母亲的装扮一模一样。再一抬头，另一侧正摆放着母亲的那张唱片。熟悉的恐怖感袭上心头，东尼忙不迭钻了回去，而混混也有了发现，相册中全是大楼内的老照片，显然这户人家在此居住已久。身处诡异的不仅是东尼，还有塔里。电光闪烁之下，长发披肩的女人身影不停闪现而过。塔里深感不安，想要离开，正巧遇上了巡楼的校长。他长出一口气，立刻请校长进门。塔里说起内心的恐惧，校长直言一定要坚定信仰，最好的方式就是礼拜祷告，这样真主才会庇佑于你。听了这话，塔里毫不犹豫地开始洗小净，但他心中依然惶恐不安。四周的环境果然一变，成了蛛网遍布的阴森墓地。塔里急忙用冷水扑面，屋里终于恢复了正常。他马不停蹄开始礼拜祷告，希望能远离脑海中的噩梦，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，房间中再次化身墓地，白布包裹下的丧尸一同现出身影。塔里屏住呼吸，坚定地继续动作，谁知恐怖没有离去，反倒是愈演愈烈，他的身边丧尸林立，阴气逼人。塔里再也忍受不住，尖叫着跑出门外，一面撞上了赶来的东尼和混混。他身后的房间也已恢复正常，恐怖的力量不断肆虐，径直找上了阿里的妹妹温娜。一阵奇怪的响声从走廊传来，温娜奇怪地探头观望，只看到了一个漆黑的身影。她拿出灯火缓步上前，不想一阵雷光闪过，对面竟站着殒命的三个同伴，扭曲的身形正是他们被砸死的样子。温娜大喊一声，转身就想回家，谁知那残肢断臂的身影瞬间闪现在身后。温娜一时间无路可逃，惊慌地愣在原地。下一刻，一片石块从远处滑来，与之一起的是血肉模糊的骇人尸体。温娜扔下烛火，发疯似的狂拉家门，但没有任何作用。忽然，妈妈的呼唤声从身后传来，温娜像是着迷般跟了上去，踏入了停电自起的电梯中。温娜顿时清醒过来，急忙点燃火柴照明，而她周身正站着没有人样的三个伙伴。直到这时，温娜才发现自己竟凭空站在电梯井中。一句阴冷的喊声急速传来，温娜应声掉进漆黑的深渊中，无助的尖叫后是砰的一声坠地声。没人知道温娜发生的一切。此时的李妮带着维斯努再次回到家中，她仍然想着父亲那神秘的手提包，这次她终于得手了。刚一出门，正遇见了东尼三人。东尼本想在自己家会合，但李妮当即否定，几人最终来到了混混家。东尼立
刻拿出相册，那些出现在母亲演唱会上的怪人一同在册，还有那张诡异的女人画像。李妮直言，她想起从前的母亲并未这样穿戴，直到发行那张怪异的专辑。说话间，她拿出父亲的手提箱，几人一直不知道父亲何以为生，甚至不知道他每天都去了哪里。这手提箱中可能有着一切的答案。可结果让所有人颤抖不止，里面竟然是无数根人类的手指。胆算混淆的场景让几人再也不敢多待，狂奔出门。李妮半路停下，坚持要找到邦迪。混混和塔里毫不犹豫，当即跑下楼去。一楼早已水灾成患，塔里转身就走，而混混攀上房顶的管道，想要借此离开。可看着通电的水面，他还是放弃了。就这短短片刻，塔里已经不见了踪影，楼梯口却出现了一个头顶白纱、身着白裙的女人身影。混混大声叫喊，却没有得到回应。他上前一摸，人影竟凭空消失，只留下了那身白裙。混混顿感不安，当即拿着白裙就想扔进水中，谁知抛出的白裙浮空翻滚，转而飞了回来，将混混死死罩住。惊慌失措的混混狂乱地扒拉着，好不容易摆脱束缚，那恐怖的女人竟一脸诡笑出现在面前。此时已经确定女人不是李妮的母亲了，而是那画像中魔鬼般的存在。母亲只是和她一样的打扮，或者说是被她附了身。混混受此惊吓，颤抖着向后跌去，脖梗直插在了利器之上。逃走的塔里一样没好到哪儿去，一个人影无声出现在头顶，下方则是那白裙女人。单列魂飞的塔里转身就跑，幸运地遇到了一脸淡定的校长。看着拐角处渗人的丧尸，校长大步上前。可当塔里再看到他时，校长的头颅已经彻底断裂，只留一丝皮肉挂在脖梗之上。塔里彻底被吓破了胆，慌不择路地躲进了垃圾通道。通道墙壁早已被油污染得发霉光滑，塔利根本无法固定身体。谁知被丢掉的收音机播放起李妮母亲的歌曲，而这时的观众来电竟是在欢迎新伙伴，来电地址正是幽冥地狱。通道铁门同时被人打开，来者是那死而复生的丧尸，他口中正有着一个诡异的小生命缓慢爬出。塔里被吓得忘记了支撑，失重滑了下去。狭小的空间不断冲击着他的身体，塔里从后腰被生生对折，一命呜呼，一如他在家中见到的那个诡异的自己。多尼几人一样被恐怖找上门来，维斯努留下来跟着姐弟俩，可他们不知道邦迪三人早已不在阿里家中。不想他们却在这里看到了温娜。当多尼跟进厕所时，温娜凭空消失了。深次的房间中突然传来母亲的歌声，东尼壮着胆子走去，正看到了挂在房顶的阿里母亲。三人转身就走，终于在楼下遇见了邦迪。此时的邦迪面无人色，惊慌逃奔，因为他在房间中看到了弟弟伊恩。李妮和东尼同样被伊恩吓到嗷嗷大叫，两人当即退出门外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谁知维斯努径直走了进去，用手语和伊恩交流起来。伊恩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，他说自己只是睡着了，等醒来时就已经在此了。伊恩清晰地知道面前就是他的姐姐和哥哥。下一刻，伊恩最终艰难地喊出了亲人的名字，这一幕让李妮心如刀割，顿时放下了所有恐惧，抱起伊恩就走。虽然布迪曼说过伊恩就是恶魔之子，但他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。岂料醒来的父亲同样找了过来，父亲说是自己让母亲和魔鬼达成的协议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家人。但此时的李妮已经不再相信父亲。说话间，父亲一眼便看到了对面的伊恩，他瞬间暴走，举起拐杖砸了过去。灯光随之熄灭，沙哑的吟诵莫名响起，愿你向即将出生的他鞠躬。下一刻，轰隆作响的闪电平地炸起，一具具冰冷的尸体睁开双眼，化身丧尸。一同诡异出现的还有那些撑伞的黑衣人。雷光下的众人彻底走散，可他们身边无一例外皆有着骇人的鬼魂，还有枯槁的丧尸。李妮呼喊着弟弟们的名字疯狂奔跑，完全没注意到扑面而来的拐杖。当他逐渐转醒过来，只看到伊恩站在无数丧尸身前，癫狂地挥动着手臂，而父亲和两个弟弟被人押解跪地。伊恩缓缓走来，为他吃下一片叶子，说能让他忘记一切。梦境眨眼便到，李妮醒来在豪宅中，他是唯一获得奖学金的优等生。
然而笑容灿烂的李妮意识到不对，她永远不可能忘记家人。靠着仅剩的气力，李妮一口吐出了叶片，面前的场景令她痛哭流涕。空旷的大厅中，四匹怪异的黑马随着伊恩的呼唤凭空出现，而父亲正被绑住四肢拉至半空。生命的最后一刻，父亲痛哭着表达自己对孩子们的爱。伊恩指挥着黑马发力，父亲瞬间四分五裂。李妮嚎啕大哭，下一个被推到处决中心的是东尼。黑暗中，砰砰几声枪响传来，布迪曼再次及时赶到。红色豆子径直撒出，丧尸们顿时停下了脚步。画像中的魔鬼女人现出身影，对着布迪曼呲嘴獠牙。布迪曼淡定无比，拿出警长寄来的法器。魔鬼女人立刻大喊着倒飞出去，伊恩同时尖叫着指挥起丧尸群。维斯努一把将她推开，比起手语操控丧尸群停了下来。他和母亲意外得到的古书正和伊恩笔画的手势一致，竟是操控丧尸的秘诀。李妮终于站起身来，这一次的她没有犹豫，一棍打翻伊恩，拉起弟弟就跑。四人跟着布迪曼来到楼下，阿里和朋友早已等在这里。一行人坐上皮划艇，缓缓离开了恶魔林立的曼达拉大楼。李妮有着许多疑问，维斯努怎么知道那手语能够操控丧尸呢？答案是那本古书记录着伊恩的信息，而关于父亲和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布迪曼略知一二。原来父亲是一名警察，1955年正是他发现了天文台，那个被丧尸膜拜的女人名为拉米诺姆。父亲让母亲主动加入邪教，自此怀上身孕成为明星。可很快父亲就后悔了，但他很难终止与魔鬼的交易，除非杀掉1000个人。城市中突然出现的神秘杀手正是父亲。然而父亲并不知道，整个邪教从一开始的目标是他，而母亲只是一个伪装。只是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呢？第二天，大水逐渐退去，曼达拉大楼人气渐渐恢复，混混的邻居也回到了家中，正是李妮的夫妻邻居。女人略有遗憾地说，他们昨晚真应该来这里的。男人笑了笑，毫不在意回道，他们还会让昨晚的事情照原样发生。说着放起了李妮母亲的那张唱片。两人到底是谁呢？他们有着什么目的呢？一切不得而知。女人只是说，他们不属于任何一方，他们只站在自己这边。男人对立场似乎并不在意，只希望女人不要厌倦自己。两人深情地拥在一起翩翩起舞。这时墙壁上的照片渐渐清晰起来，1955年盛大的会议场外赫然有着夫妻两人的身影，只是他们的容颜和现在一模一样。29年间，两人青春不老。然而在照片正中却还有着维斯努那小小的身影，他一样如当下一般，始终是孩童模样。全篇完。看完一二两部，老二真心推荐给大家。这个系列可是以恐怖片的身份拿下了票房冠军的，非常值得一看。好了，咱们说下两部中的疑点吧。首先，第一部，奶奶的行为就是在保护家人，她是最早发现伊恩就是魔鬼的。而第二部的作后彻底坐实了伊恩的身份。第一部中很多人疑问，为什么带走了伊恩仍然要对另外几人出手。本来老二猜测是几个孩子都是撒旦的后裔，但第二部看完，布迪曼给出了答案，他们的目的原来是父亲。不过就最后一段情节来看，父亲被当场处决，李妮姐弟一样会被处决，不知道原因何在。难道是处决了人间身便能找回恶魔本体意识吗？然后是那对邻居夫妻，老二本以为是幕后主使，他们不老的容颜也能说明两人很可能就是魔鬼在人间的化身，可他们却说起了立场问题。这一下老二又疑惑了，难道两人是魔鬼和被选中者之间的第三方吗？还有维斯努这个角色，感觉他比所有人都要厉害，容颜不老，而且邻居夫妻貌似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。然而他到底是好是坏呢？原本以为看完第二部就能明白一切，谁知道看完以后更加困惑了，只能期待第三部了。小伙伴们有什么猜想吗？快快来评论区分享给老二啊。